有这小胖狼叠出现 AD 也不要了，家发现讲家己有心，啊，伫咧三件发现讲囡仔无心跳，决定要比赛。来看到咱的友邦国家洪都拉斯来宣布讲要透过萨瓦多来买中国籍疫苗。 台北市这中文派出所和乌山人终于要案件，即马前所长加一个相关的警察，被判刑事。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五月十一公司中大新闻》，我是柯阿文。先开始来关心的，就是因为欠水，即台南关岭有名的景点水火动员，最近嘛因为严重欠水，共有300多年历史的这。 水火动员，船仔被打起，嘛因为欠水影响，伫台南沿海白溪，而且永续河即马讲连虾仔仔的成本拢趁袂转来。是不断的对水体走出来，但是因为水位低，水中有火的景观是已经看袂到，敢若春火也搁在烧。台南关仔岭地面的景点，水火动员，因为西半部拢无降雨，欠水的影响，顶游拢无水，入去源头，哦，水火动员的水是渐渐啊打起。 火会较挡水啊，伫水母溪啊，啊，即阵算到伫个疏洪喷喷火出来，无对水浮出来啊。哦，所以讲之前妈妈看过安尼个对啊。较早是伫水浮出来。有雨季来的话，就是每天都满水位。嗯。啊，这是都没有水，就是比较小。水流量比较小，出水量比较小。月初的收泡梅雨，因为降雨无够，雨水是有限。 那影响景观，嘛影响台南沿海混用沙巴鱼、白虾的养殖户，欠水造成水质变歹，生长的状况无好，甚至因为水少，无法度放更加侪虾苗，渔民连成本拢赚袂回来，产量嘛跌咧半。降雨量不足，造成我们的水池的鱼温的水位比较低，所以变这样子，带鱼虾它的生长空间比较不足，所以造成它的成长速度跟它的存活率都相对降低很多。不过白虾少，价钱嘛无因此变悬。 因为进口的虾仔变多，过去一台斤会当卖140元，今年敢若剩下100元左右。最近全台气温是偏悬，就算今年梅雨季，但是嘛仍然有明显的降雨，对中南部的欠水现象，短时间内空间是无多疏散，气象政府毋知报道。 来看到指挥中心公布讲，有一个25岁的这阿查某囡仔在做 AD 疫苗了后，发现讲家己有心啊，5岁分去产检，发现讲囡仔无心跳，决定要引产。指挥中心表示，这内底因各关系即马爱过来了解清楚，啊，专家是啊，较无建议讲有心的妇女人注意不要。 本土疫情扩大，也让民众注射疫苗相对提高。指挥中心七十公布新增加一例，好亲像疫苗注射了后严重不良事件。一个20多岁的查某人，伫3月底注射 A 字疫苗第一剂，自进前捌验是毋是有心，毋过注了后4月中验出有心。5月初第二遍产检，发现红婴仔无心跳，决定引产。这个个案他有怀孕了3次。 那本身育有一儿，所以他先前有做过一次的人工流产啊。那不过在我们的文献里面啊，就是说 A D 疫苗跟自然流产啊，并没有一些相关。那我们国人哦，就是妇女怀孕啊，就是她的这个一般就可能的流产率是12.8% 啊，不分年龄层。 这个查某人做 A 疫苗了后，都发生头痛、发烧、肌肉痛痛，也甲疫情这种症状，看不良反应。无外久就好啊。不过无想到后来发现家己有心。感染科专家黄立明表示，目前疫苗甲死胎是毋是有相关，真歹判断。需要累积一定的资料量，才会当来分析是毋是有比自然流散率较悬。不过目前也无建议有心的妇人来做。因为没有办法看到很巨大的好处。 哦，然后他又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之下，我想很多医生是不会建议的。免疫反应通常会让胎儿产生，比如说生长的比较慢啊，或者产生早产，哦，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状况。这是国内头一个注疫苗了后，好亲像产生不良反应引产的案例。指挥中心表示，其他国家目前无看到相关性，因果关系也犹太查清楚。 经过统计，国内目前注射了后不良事件累计438例，包括着410例，毋是严重不良事件，28件严重事件。记者综合报道。
咱像即马即印度疫情真严重，啊，漳州29位有印度旅游署诶民众来入境，而且通讯机场有哪来启动即检疫个 SOP， 有3人伫现场都镜头加采检。啊，另外咱伫个印度代表处嘛有真侪人围着，外交部表示即马正在研究，看是毋是要甲疫苗寄甲一寡咱伫外口个即外国，由即当地医生来帮忙到处。七十载起，11:45，为东京起飞往熊山机场的日本航空 JL97 班机，转降桃园机场机顶60个乘客，29个有印度旅游史的乘客，最后落飞机。桃机启动检疫 SOP， 照行轨道马上消毒。为印度回来的班机有症状就采检，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已经完成采检44人，其中阴性39人，阳性2人，还有3人检验中。另外，29个有印度旅游史乘客，其中3个在14天内有症状出现，直接在机场采检。所以这29位都在今天下午1:40都坐了2台的防疫巴士前往这个集中检疫所去做检疫。印度疫情严重，台湾驻印度代表处已经8官员染疫，2个近期到台湾看医生。外交部统计，全球外管有54人被染疫，其中44人已经康复，一个重症，7个人轻症，70外个官染疫，但不过无甚要紧。全球外管的官员加家属有2514人，已经1062人注疫苗，目前有48国家已注疫苗，其中14个国家甲台湾有双边协议，也愿意到3天注疫苗。暗国为国家无疫苗，所以外交部在研究要寄疫苗到部分的外关，能把疫苗寄在当地，寄去由当地合格的医生替他们施打。有当地合格医生，当然这还要经过当地国家疫苗的转送啊、寄送，还有就是冷冻的技术，这方面我们会去克服。印度疫情一直升高，外交部强调，目前暂时未考虑关驻印度代表处。驻印度代表挂保选会减少，目前对不是经手核心业务的同事会安排甲家属赶紧登个台湾，也要求驻印度外管爱独是国家上班，除非有必要唔通出国。记者综合报道。请问市长，你本身打了没有？打了。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伫议会质询台北市医护人员即马注 COVID-19 疫苗的比例，伊问台北市长郭文铁，伊的太太伫台北市立联合病院来做医生的陈佩琪，敢有注疫苗吗？那陈佩琪医师打了没有？为什么他没打？他也是台北市的医师，你们不是在鼓励医师人员先打吗？啊，是这样的哦。他在看有没有更好的疫苗，在看有没有更好的，就是有这种心态啊，所以大家都变成说我要等好的疫苗。叫洪建批评心态唔对，陈佩琪不满伫脸书面顶批评，市员敢会当伫议会来要求基层医生来注疫苗吗？还是要求注多一种的疫苗？陈佩琪讲问洪建义讲，蔡英文总统敢有注疫苗吗？对着陈佩琪的发言，郭文铁是笑笑无来回应。小心哦，会觉得议员质疑基层医师打疫苗是有点权力无限上纲吗？不好意思，然后我们洪建义表示，蔡总统敢有注疫苗是国安问题，不是市员的，伊会当管的。不过洪建义嘛表示，伊在以后下晡就会来注疫苗，佮呼吁陈佩琪嘛赶紧来注。我今天下午就会约北医去打。那我也希望我在打的同时，因为我每天接触的人这么多，那也希望柯市长已经打了，那佩琪医师要不要来共襄盛举，一起打吧？因为毕竟你是第一线的医护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疫情当中的资产。那既然有ABC， 然后依照个人体质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身体状况的不同，大家本来就可以自由去选择，所以不应该强迫的方式来做推销啊。甲郭文铁关系未歹议员徐立信嘛出面道公话，希望予疫苗议题等来到公共卫生的角度来做讨论。记者张志雄、张志佳台北报道。来看到即马即国内疫情，咱先从清关的趋势。行政院长苏贞昌今仔中昼临时新增个行程，去看即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啊，呼吁民众会当好好防疫，赶紧来注疫苗。同时有那宣布讲相关的疫情，即防疫这部分会升级。特别再一次来指挥中心，一方面给全体防疫人员加油打气。同时呼吁国人同胞，大家该收心了，该严谨的面对
新起的疫情，务必遵照指挥中心的要求，通通要做到到位。同时，我们也呼吁国人同胞要照指挥中心公布的类别，你如果可以打疫苗的，赶快打疫苗，打疫苗也是一个最好的防疫。来看到咱的这中南美洲的友邦国家洪都拉斯是宣布讲，买来透过和台湾已经断交的萨瓦多向中国来买新冠疫苗，这引起外界关心。外交部表示，即马会密切观察。新冠疫情冲击全球，各国拢在抢疫苗。咱中南美洲的友邦洪都拉斯卫生部透过推特表示，萨尔瓦多会甲因斗三工，为中国买疫苗。洪都拉斯会尽各种可能为人民付出一切买疫苗。嘛，因为萨尔瓦多伫三年前甲台湾断交，转甲中国友好，洪都拉斯这个举动，敢是甲台湾的邦交出现考验？疫苗的取得是一个人道的议题，它攸关洪都拉斯人民的一个健康。跟一个生命的安全，不应该被沦为政治操作的一个工具。我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一方以隐含附带的方式来提供疫苗，作为破坏台湾跟洪都拉斯邦谊的一个手段。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剩十五个邦交国之一，中南美洲嘛是台湾邦交国上侪地区。中国做出新冠疫苗了后，佮积极展开疫苗外交，送予中南美洲十一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智利、佮秘鲁等等。但是佮台湾邦交的国家拢无收到。面对紧张的疫情，佮予人烦恼外交对立究竟报，调亚立委正面看待。洪都拉斯用了一个比较体贴的方式。透过第三国向中国买疫苗，我们也可以正面的、善意的来解释这样的状况。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所以我们的友邦洪都拉斯，不管他跟任何的国家去采购有效的疫苗，我觉得都是好事情。我们不要用黑跟白啊，友邦跟背叛的这种逻辑思维来看待。台湾跟洪都拉斯建交八十周年，四月初九，总统蔡英文特别录影片祝福，伊强调两国是重要的金门伙伴。在洪都拉斯向中国买疫苗进程，蔡总统的话话更有特别意义。我们也期待未来跟洪都拉斯继续深化伙伴关系。记者台北综合报道。来关心的是，这 WHA 世界卫生大会五月二十日开始，咱台湾已经连续五年无收到邀请函。外交部含这卫福部表示，会伫个会议开始进行，然后互人邀请这拢会赴。那真正是无法度参加，会来送这抗议函。另外，这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中国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外交部长吴钊燮是批评中国讲白话。WHA 世界卫生大会二十开幕，线顶注册报名时间到七十日止。台湾到即马还无收到邀请函，是毋是会连续五年无法度参加会议呢？卫生福利部表示，之前有会议前一礼拜接受邀请经验，甲外交部即马目前拢会继续共同努力。若做真正无受邀请，我乃会提交抗议函。我在会议前一周才收到，因为我们的情况跟其他会员国不太一样，所以事实上都还是有机会可以受邀。卫福部表示，到时阵抗议函会用驻日内瓦办事处向世卫组织来提交。卫福部目前也当地处理相关细贴资料，将交由外交部设法由友邦提案这个方式来争取参加 WHA。最近国际听台湾参与的声音不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阁公开要求世卫邀请台湾。中国外交部是批评美国干涉内政，阁讲中国上关心台湾人的健康。事实上，没有谁比我们更加关心台湾同胞的健康福祉。在符合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呢，中国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参与全球卫生事务也做出了妥善的安排。外交部在这边严正的重申，相关的说法完全背离事实以及国际的认知。台湾人民的健康的人权由我国政府来守护，中国政府无权也没有能力代劳。外交部长吴钊燮在推特顶端批评中国的讲法是无体的白贼话，而且拄好显示中共未当讲的实在话。外交部强调，中国恶意的阻挡是 WHO 未当将台湾完整纳入技术性讨论的主要障碍。对这件代志，咱要强烈谴责。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到印度疫情继续的增加，印度第三大城市班加罗尔是当地 IT 的产业啊，一向拢予人叫做是印度的硅谷。嘛，因为即届疫情大爆发，即马全部拢爱封锁，那是当伤着印度的经济生态，有那对着全世界真侪产业带来真大影响。印度第三大城在南部的卡纳塔卡邦的首府班加罗尔，人口超过1100万，目前超过300万人确诊，死亡的人数持续升高，街路四界拢会当看到小大体的景象。当地已经宣布5月27日全面封锁，违反禁令的民众所骑的机车当场被警方没收，一寡为外地来的移工赶紧在封锁前坐车回去家乡。因个有可能地输掉这个感染权不断扩大。班加罗尔，好人讲是印度的硅谷，是印度主要的 IT 产业大城，以外包跨国公司软体设计加技术服务为主。不过随着疫情在当地大爆发，已经对印度经济产业造成冲击。尊讲是印度相对有较好嘅所在，暗过班加罗尔同款面临呼吸器加线索供应欠缺的危机。一寡病患必须三人同齐用一个呼吸器，当然疫苗嘅剂量也严重不足。那是印度经济嘅大城镇孟买，当地疫情也真严重。热心的便当外送员唔惊予人感染到的风险，特地病院外口等待患者免费送餐，希望会当尽家己的力量。印度媒体伫七十指出，印度东部的恒河边啊，看到30多处大体，好亲像已经伫河中差不多捞四天啊。居民是烦恼，这是不是未富辉煌的新冠病情死亡的人，也需要等待验尸确认。英国印度总理莫迪到即马也唔肯宣布全国封锁，干那地方政府各人做各人的。美国传染病学权威福奇也呼吁莫迪必须赶紧宣布全国强制封锁2-4礼拜，要加速注疫苗，无食印度疫情会影响到全球，包括着衫、医药、金融服务，也甲运输人力这些产业的正常运作。公司新闻金元庆编译。来看咧，马来西亚疫情有哪有清关嘛？因为变种病毒搁较高位，马来西亚政府是宣布讲，即时开始到6月7日进行实施即全国封锁。主本即明仔载开始，穆斯林就开始开斋即活动。即马有个人即个当地国外透过视讯连线。伫高速公路顶头设管制站，车排甲路路长，全部拢是要入去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因为疫情扩大，在七十一天就新增加3807例确诊。马来西亚首相尤穆丁在七日宣布，十月开始实施全国的行动管制令。当地民众就讲，因为疫情的关系，薪水有时多有时少，而且已经真久无回去厝看父母。干嘛不了？barang-barang lagi mahal. Pasal raya pun satu hal juga lah.Ini dah nak dekat 2 tahun lah, tak balik raya, tak boleh jumpa mak bapa. So, of course lah, dia terkesan lah kan. You know, seeing that there's a big spike in new variants, I also understand. And, you know, if we tone down our celebrations this year, then, you know, if it helps keep the virus at bay, that's okay with me.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禁止所有的社交聚会，学校停课，所有的餐厅禁止伫个店内食。只个人早走或者是外送，也禁止跨州关的移动，只有紧急医疗工作甲住房设定进行内化。伊斯兰教会开斋节活动会自12日开始，一般伫浙江穆斯林结束斋戒期，会互相拜访亲友，大家揽聚会。严格伫马来西亚工作的印尼侨民，受到封锁令的影响，无法度回去厝的，只用手机视讯甲厝内人分享开斋节的早顿。I really want to eat together, but the time is different. It's just not the same with the real context or the real feeling where I can see them directly and I can talk to them directly. 因为疫情的限制，国家上全国封锁，和回去厝的路真困难。也好，加在有新科技，和穆斯林虽然无法度回去厝的，也能看到家人。
公司新闻丁伟林编辑。来看到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又过来发生楼主先机啊，工会今仔日开始也要来展开罢工，要求资方爱约束保障因的工作权，确保美丽华高尔夫球场常务人员，不定期续约，不一定五十人。公司如果要解雇，必须经过跟工会协商，工会同意，不然不得随便解雇会员，确保工作权。罢工现场，我就是做一定的了解。那后续的部分，大概我们劳工局的部分就是会尽量让他们双方，就是看安排他们双方尽速协商工会长和主方伫这新北市政府来进行劳资调解会议，按过失败。工会强调，主方将这企业分割了后，将会员转去三间子公司。有哪将这理事长等人这会员讲无要留咧，甲因死头路。认为这主方的做法就是想要消灭工会，所以引发去罢工，争取因的权益。来看到政府即马小说提出滚啊惊这啊。请用囡仔政策来鼓励大家生囡仔，按过刷风声，即阿伯连伊针对着有请育婴假还是产假的员工有共扣奖金，今日相关的工会成员去台北市政府抗议，有哪向台北市的劳动局提出申诉？连伊扣奖金，有飘逸化口号，再去台北市连伊工会成员来到台北市政府前，控诉台北市连伊长期违反着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女性保护原则。捏造员工请生理假、家庭照顾假、产假、陪产假，每个月发放差不多3000元的绩效奖金，拢会依照请假时数比例来扣钱。捏造是请育婴假，也阁会防扣年终。可能我这个月工作了20天，但是我中间可能请了2天的家庭照顾假，那我就会从30/2这样去扣我的比例。市政府口口声声说哦，我们要性别平等，但是呢，对于照顾家庭，或者是自己生理的部分，连伊也没有给予相当平等的对待。前辈就有先跟我们偷偷讲说啊，你要有心理准备哦，你怀孕的话就一定是最高就只能够达到乙等，至少有少个1-2万吧。工会表示。根据联谊的规范，当年度连续任职6个月以上，12月31日也在职的员工，才会当领年终扣下奖金。若做员工请育婴假超过半年，也是拄好12月31日，当地请育婴假，年终扣下奖金1000元嘛领无。若是请半年以下，年终扣下奖金是以一定发放，等于是变相处罚。所以正式向台北市劳动局提出申诉书。我想这个个案的事实还需要去做了解跟调查，那我们会把相关资料收集完了之后送进我们的信评会里面的委员来去做一个判断。1月31日前在职，那12月31日他也在，他连续有服务6个月以上，他才有被打这个考绩或考核，所以这个是跟请什么假没有什么关系。台北市连一强调，对申请育婴产假、陪产假、生理假这类员工，无不利的待遇。若是有个案的情形，会当随时反映，拢会立刻处理。每一季拢会安排总院长甲工会理干事座谈。各院区还有同仁邀约说明会，提供多元管道甲同仁建立良性沟通机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项详细的统计，讲去年囡仔通报讲有予人扣到案件53000多例，比前年加了1成，平均7分钟到8分钟，多一个囡仔予人通报讲有予人扣到。这卫福部是表示，可能含这新冠疫情影响到家庭经济，有哪有关系？顶个月初八，南投发生3个双胞胎小弟因为载着无法度控制，后背部拍架重伤死亡。今麦伫新北市也发生4个月大大伯兄啊，甲啉酒家暴的老爸最近大作伙，今麦身体脱水发火，可能是予人枵死。根据卫福部上新的统计，最近3年来，儿童虐待通报案件一年增加。伫去年109年，通报案件有830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10000件。也就是讲，平均是7分钟到8分钟，就一个囡仔被通报虐待或者是受虐。各界很关心说，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让我们的儿少受到不当对待有增加？从这个数据上看起来是有。进一步分析，去年虐待儿童的通报形态，相对是性虐待占30%，包括伫厝内加厝外，两个囡仔或者是未成年合意性交。
过来就是身体液态，包括不同关节接两项事，一个照顾上的疏失，譬如讲，给囡仔伫咧厝外拉拉手，有将军一声。视力照顾有很多面向，包括一般的食衣住行，那包括有没有上学，包括有没有好好就医，应该治疗的疾病就要治疗，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疏忽的一环。我要补讲，细汉的囡仔较无法度家己保护家己，或者是要求到三工，那是父母或者是主要照顾者失去理智时阵，就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所以今年将会强化社会安全网，强化医疗体系加公卫社会体系的连结。也伫咧社区培训防暴宣讲师，协助受虐待的囡仔甲因的家庭复原，降低儿童少年搁再受到不当的对待。记者综合报道。民间团体发现，讲这细汉营养一回了后，对当啊卖啉这生姜配嗯牛奶粉，食普通的物件就会使。啊，不过宣传无够，可能有那明无一挂明确的规定，为牛奶粉这啊糖量伤过高，啊牛奶量等到伤过低，给啊是有事，有所讲的，赶紧来开会讨论相关的配套。红椰子一回进前以母奶或者是配红奶为主，一回以后一旦开始吃正常的食物，一寡妈妈也是会选择连接母奶或者是配红奶的生长配红奶粉。不过民间团体发现，一寡生长的配方含糖量伤高，有一寡甚至含牛奶的量正少。它添加的这个东西呢，是有玉米糖浆甜的精制糖，那是不是就类似含糖饮料的概念呢？唔通想讲外观亲像奶粉，啉落都是奶品。医师提醒，一岁以上一旦唔免阁啉生长配方，或者是生长配方奶粉。有一些他之前是喝母奶的宝宝，可能在到了一岁以上，也会迫于这个长辈的压力啊，或是这个社会的一些舆论啊，他觉得说哦，要所谓的衔接母乳，所以他又去选择了不需要的这个成长配方。所以还是很想要呼吁所有的家长，就是一岁以上的孩子，就让他正常的饮食吧。目前这种的生长配方加生长配方奶粉，无属于一岁进前婴幼儿补充营养品，也无属于六大类食品的奶品，是方算作是一般的食品。食药署强调，六月初会召集专家学者来开会，来讨论相关的配套。婴儿及较大婴儿食品的部分，这部分我们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但是成长配方食品或者是其他类似的这个产品，目前就是被归类为属于一般食品类。国内生育率低，民间团体也呼吁政府爱重视红婴仔食的安全，唔通干那提供正确的喂教资讯，嘛爱明确来规范生长配方或者是生长配方奶粉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这桐园市这阵啊嘛，小说来发生这啊警察执勤的争议，有市员就质疑讲这含这啊警方的一挂教育训练加危机处理是不是爱改进的？啊，不过有闹民众反倒讲，啊这警察的司机敢会互人打击？即嘛桐园市警局是回应讲，嘛会针对相关的问题做检讨。继续顶个月底，将了分局县交警员搬走细检技术家。当日，阁有桐园分局县政警员脚被告着伤，将对方告上法院。桐园市连续发生警员执勤争议，也阁有网友将两个人的相片合成制作桐园镇警立下图，伫网络咧传。有市议员质疑执勤教育甲违纪处理，敢是需要检讨？不要造成警民之间的对立，把桃园市的警察，你看。桃园市警察形象就这样子被网络黑化了。我希望你们做一个他们整体的整个他们的教育，然后整体的观念的一个提升。有民众烦恼，警察士气被打击，会对治安造成不好影响。如果说经过这个事件啊，士气打迷了，这个警察可能就不会想要出来盘查，这样对我们的治安可能就是会有很大的影响。警察局长陈国进表示，涉及涉政警员拢是认真的警察，主动稽查，勇敢做代志，这点予因肯定。也不过因为执勤机卡态度引起争议，这个部分会检讨，会针对这款机卡甲态度等进行执勤教育。公务的时候，希望我们同仁也能够进入维护治安及保障人权。市长陈文灿也讲，少年警察积极度真有够，涉及警员认真到执法地区去盘查，敢是有滥权嫌疑，即马由桐园地检署侦办中。涉政警员是咧处理车祸了后，发现车太着，主动处理，也希望将问题厘清。
佮强调保护人民权益、甲警察执法尊严、参宽限需要平衡。记者综合报道。美国股市是科技股大落，台股今仔日一只跳空开低，指数大落超过500点，啊，不过盘中无落遮济。今仔日盘面是由传统产业纺织食品甲航运倒盘。分析师表示，即台股大落了后，未压出来，先交代恐惊会创新的停留。加上疫情一寡无确定的因素，估计大盘应该会进入缓向整理。来看到这个人口，六都内底即马高雄出现了这个人口新低状况，啊，10岁到39岁少年的人口减少，这啊，市政府表示已经加强招商，唔忙会当改变筛选结果，来吸引民众会当住伫高雄。永嘉安雅有真侪爸母经历元旦，但人口数愈来愈少，少子化变成个人危机，即马嘛是高雄市的苦恼，因为人口持续来流失。市府统计到四月底，全市总人口数276万，预计五月底会比276万搁较少，是十冬来的新低。可能就是没有新的产业吧。条件跟就业的数量并没有那么多。民众认为主要是工作机会无多，真歹留住人。另外，平台嘛发现，15岁到39岁人口减少16000多人，比冬季的总人口数减少状况更加严重。青年外的人口数，它减少的速度居然比总人口数减少还多，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警讯。产业转型不利，然后呢，招商引资的工作做得不好。市府表示，今年1月到4月社会增加的人口减8000多人，当中7800多人是因为疫情无法度倒来国内，才会迁出的人数。对高雄来讲，人口数负成长主要也是疫情的影响。减少这个部分，我们累计起来是大概8100多人，但是含在国外没回来就7900多人，所以其实我们高雄市社会减少的部分其实不多了。目前高雄人口数六都第三名，市府的努力改变着产业的结构，加上大量的社会徛家，希望吸引民众。另外一方面嘛，会配合努力来催生，希望会当增加着人口数。记者王刘婷丹、兴坤高雄报道。咱台湾通过这冬季婚姻已经2年了，啊，冬季子孙列线来指出，真侪冬季的生活依然真啊艰难，特别是一寡下性别的人，伫工作场所拄到歧视甲困难，特别是申请找工作时，因为相片甲证件无符合，有诶根本无面试的机会。以女性身份生活2年，跨性别者 Alice 平常时伫外口拢用女性的便所。有一届去一间公司面试，煞予人要求讲，要去便所袂使伫咧即层，爱去1楼的大厅。这就好像电影《关键少数》里面，美国1960年代黑人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得跑到隔壁大楼才有黑人专用的厕所可以上。但是同样离谱的事情，到今天却依然发生在跨性别身上。敢那是心理的需要，因为跨性别的身份予人歧视。Alice 讲，入去工作了后，状况无改变，而且真侪公司规定，最好敢那查甫甲查某这两款，阁有同事甲客户唔知安怎甲因叫。当时咨询热线指出，真侪跨性别者会选择吞论，因为要找头路，尤其是理想的头路，真无简单。很多时候可能在面试求职，就因为他的外表的装扮跟他政见性别不符，可能就是面试就不会有下文。对所有人来说都很简单，就是其实你不知道，你就直接问他就可以，你就可以直接问他说，请问你怎么称呼？对，那他就会告诉你啊，他希望怎么被称呼。民进党立委黄昏指出，台湾在讲一场性别的优先，过去重点是女性甲同志。透过热线，即届提出跨性别者伫一场的烦恼，大家会当看到需要，所以来会要求相关部会推动，亲像去找头路的时阵，文件无一定爱有性别栏，甲性别优先变数修法放入去建立相关法规。记者随新志明台北报道。罗康汽车保险法通过的后，明定要成立这相关的重建中心来负责相关的业务。劳动部是来委托这台塑代先来办理，嘛，希望会当推出更加全面、更加适当的服务。3、2、1。罗康汽车保险法通过，劳动部委托台塑代成立的汽车罗康中回职场服务管理中心，11日正式揭牌。那主要是整合改善我国现行职灾劳工重建服务，来建立本土化的
这个职灾劳工服务啊标准流程及相关的服务指引，并在全国增加各地的服务据点。服务中心成立也代表生活内底面临爱成立的财团法人职灾预防重建中心最好热心。而且为了让雇主参与重建服务，所以在4万计划中，也佫邀集台电、中油，也佮台大病院参与推动。那么在过去十年，我们发生职灾，劳工因为必须要去做养伤等等，再回到职场，大概是96天。那更重要的是，他回到职场之后，他心理上有没有受到创伤？好，雇主的部分，然后我们会协助他们的不幸发生职灾的劳工，好让他们从发生职灾一直到回去原来的工作，好这整个过程服务过程的一个这个协助。那至于在台大医院的部分，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再从医疗端好扩大院内各科好医疗职灾劳工的医疗通报，强化劳雇双方的连结。国家入代代病医的职业伤病医治院内通报加转介服务，期待会当促使到雇主协助职灾劳工会当重回职场，和社会的保障体系更加完善。记者综合报道。每一次婚姻主要的道路会向路边健康。最近婚姻馆政府在拆除路边的这沿街加扛棒，只要有侵占路权的都会拆除。婚姻馆真侪乡镇的主要干道边。调广告业者受理扛板阻挡视线，恐惊造成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但过去阮防护因为财政困难，近排陆续拥护拆除作业，但为近期开始，干部处将进行主要干道的扛板拆除作业。就真的只是安全性的话，因为就是说一个店家打广告的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就只有放一个很大的扛板。阮防护干部处表示，防护去年投入4.5亿。翻修55公里的管道，但却发现广告的看板也一件一件增加。近期干部处加强巡逻，只要侵占道路权，拢会来拆除。到目前为止，已经拆除将近20名。只要民众通报，或者是我们内部巡查反映我们就会派工来把它拆除掉。那原则上，我们通知原有的那个违法设置大型看护的公司我们通知他来领回这个拆除的资材干部处就讲，原来若是要伫道路边啊设立大型的看板，以原来广告部的管理自主条例，需要经过主管机关干部处同意。目前每日拢会安排巡逻，新义高速公路卡的交流道边，含高铁另外道路优先的拆除，还有业者卖阁设立违规的广告物，即种有你无得。来看到这台中的文山文化厂广告的车甲车到时全部拢停，本是拢先收了放伫边啊，啊，不过附近的民众真不满，讲天气热啊，规个拢臭毛毛。怪兽将堆起来，敢那山的粪扫，尽量往顶管来塌。下骹的山鸟嘛，尽量清除空间，让山路内粪扫会使暂时放伫遮。因为拄到焚化厂税收，每一寸空间拢必须要好好利用。把它推到上面来。然后呢，怪手就会把它调度到我们的上面这边，尽量减少那个空间。台中市三座焚化厂每年3月到5月拢爱进行税收，其中文山厂是4月底到5月底，加上为5月1号到9号是文山厂三个路全部停止的状况。逐天收来粪扫，就只使暂时放伫展示场，一直到11号已经有2020栋。不过当地居民真不满，认为对着环境冲击袂小。不一定的嘞，要烧物件不一定的嘞。他不要在这边再设那个焚化炉就好了嘛？为什么要设在那边？他会说中火怎么样？怎样？怎么污染到空气？怎样？难道我们不是人吗？李长表示，文山里因为外来人口增加，已经来到14000多人，是南屯区的上大里。不过长久以来，甲文山焚化厂做厝边，恐怖的状况真严重。而台中市环保局表示，10号开始，文山厂每天上大的气化量是400吨，卖调度另外两个厂的机关。6月底之前呐、那当然我们会看两个厂，乌日跟后里两个厂的储坑状况哈。他们下降的快，那我们就会调度的多一点过去，那这边就可以提早来完成。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目前台中市西焚化厂，每天最大的处理量是2200吨，其中文山焚化厂也正在进行太古瓦新，预算在2113年底完成整建，后期化量恢复到900吨。目前暂时放在这些粪扫，也就在税收完成了后，预算在6月底处理完成。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花莲最近出现乃至臭菇啊，有农民就去予伊个食喷着面啊，愈咬是愈痒，还阁过敏，赶紧予人送去病院急救。伫花莲吉安乡中原路一块无伫咧使用的土地，附近的面就拢会闻到臭味。详细看，林荫树顶头有真济臭青菇啊，数量愈来愈多，喷杀虫剂也无效。包越生越多，然后它又没有天敌呀、啊，就没有办法、啊。会不会头痛？很头痛啊！每次要开车之前都要先检查，然后衣服也不敢晒在外面。有人还佫用手去抓，因故路边就不予这种臭青菇爱食喷着边，愈白愈痒，要啊过敏送病急救。啊，介臭啊，佫会咬人个呢。哦，我刚去哦，用着目睭哦，咬一个，阮去看迄个眼科嘞。嘿啊，很重迄个啊。根据动植物防疫所的统计。以前臭青菇啊，伫咧华联无济，因故今年五月到即马，已经接到几落件民众报案，讲有发现这种虫，想要知影倒一个单位会当斗相共。我们接到民众的通报地点之后，我们会去了解那个土地的状况，是公有地还是私有地？那公有地的权管单位是谁？我们就会来通知那个土地权管单位来进行一些的防治。因为臭青菇啊，虫上介是伫咧无患之口的树啊。所以一般拢出现伫咧林荫、乃至或者是台湾乱树，伊天敌是专门食伊两个一种蜂，叫做平腹小蜂。因个花莲目前无引进，只有是靠野化来防治。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底下长期照顾，暗过伫个台东受到地形加经济，请些老人无法度有较利便的照顾。暗过即马县政府嘛在整合第一个多元照顾中心伫地上成立了。偏乡长照目前伫台南县各乡镇普遍有设立日托型老人照顾据点，因个对需要医疗加实地照顾的服务欠缺。只不过台东县有22.84%高比例老人人口伫上乡，即摆有设立一座整合个案管理、居家照顾、也加医术服务多元照顾的长照中心。还有就是他的动力比较强，比如说他想要更加恢复他的体能的个案，那我们就建议他进来。台东县第一座多元长照中心由殡仪馆长照 ABC 据点公园整合做伙，而且设备功能完善，提供在地老大人在地老化在地接受照顾，唔免过四界走，老大人更加愿意出来行动。我感觉现在很舒服，我们会找时间一定会。他呢，他可以照顾失智老人，可以整天在这边，那也可以有一些老人白天送来，晚上送回去。那如果说他的家人有事要外出，也可以在这边留宿3天。台东县卫生局表示，台东的地形会阁长，有真侪经济弱势老大人，这种在地多元长照中心会当照顾更加侪需要老大人。今年甲明年陆续原来会伫成功南回地区设立这种多元长照中心，而且会阁加入失智老人，为台检医疗到照顾完整的服务。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秀山有台湾高山仔，或者天后夹着脚，动保团体去看的时候，发现讲这只高山仔的脚趾甲已经夹断去了。这只狗啊，趴伫个登山步道，脚骨拖着天后，看起来是真可怜。七八中昼伫高雄秀山的登山步道，爬山的人看到这个情形，赶紧通报予相关的单位，养过狗啊，随即就离开。第二天，动保团体去看，看到狗啊，虽然脚已经无天后啊，养过脚趾头也断去啊，断甲见骨了。每隔一两年或几乎每年都会有发现说这种被捕兽夹夹断手脚的状况，有时候是不一定会脱行出来，在这边我们是第一次看到有猕猴脱行捕兽夹出来。动保团体表示，枕头长期对狗仔来讲可能影响爬树的能力，会继续来关心。在爬山的民众听到这款的消息，有人认为应该设法解决狗仔伤多的问题，有人认为要跟动保和平来共处。保护太超过了，虽然是残忍没有错、比较不好。嘿，这样对动物的话也是一种伤害。如果你不去喂食它，它其实它不会去伤害你。这报道在秀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也谴责这款的行为，并且指出国家公园内底未使抓，也是饲有这天虎，也未使拍落野生动物。违反的话，那就是要违依国家公园法裁处新台币3000元的罚款。那它情节如果重大的话，那
移送法办，那依照规定可以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高雄市农业局表示，若是以鐵鋪這物件来伤害狗仔只野生动物，不管地点伫倒位，也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而且依法罚6万到30万元，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关心美国上大即上游公线的公司和骇客攻击啊勒索的案件，即马美国总统拜登来宣布讲进入紧急状态，也佮讲即俄罗斯对即代志有一定的责任。和骇客以网络勒索方式攻击，是总部设置的乔治亚州名叫做移民者上游公线公司。美国当地时间初一拜五，业者发现油管的网络管理权被骇客提起，随切断光线加网络的连接，以保安全。也因此中断对规个区域的汽柴油的供应。到即马也未恢复。美国总统拜登随后宣布紧急状态，公告俄罗斯爱护一定责任。I'm going to b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and so far there is no evidence based on from our intelligence people that Russia is involved.Although there is evidence that the actor's ransomware is in Russia, they have some responsibility to deal with this. 移民者公司公司分布范围自德州三游的墨西哥湾沿岸开始，经过南部加东部沿海各州，在这个区域的市场占有率45%，也是美国上大所上游片的业者。美国国家安全部顾问讲，骇客会被看作犯罪分子。In this case, the ransomware that was used is a known variant. The FBI has investigated many cases of this in the past, as I noted, beginning in October. So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ensure that systems are patched and that cybersecurity is maintained at the level needed in a given network. 消息传出了，市场是出现惊吓性的买气，油价随起4%，也唔过到收盘，起码救到2%。专家讲，这边攻击未影响企业的经营跟绩效，除非是长期无法度恢复。Since this was announced over the Friday, over the weekend, gas prices have only increased a penny. Today's average is $2.96. Now that's expensive.The last time we saw gas prices this high was back in 2018. And we do expect the increased trend to, or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gas prices to continue, especially with the impact of the pipeline shutdown. 除了联邦政府动用紧急状态授权，暂时放宽以油罐车行公路运送油品，上重要的也是业者是否有法度伫咧代志发生5天内，也就是当地11月8日进前恢复公线运作。公司新闻张伟林将健康自家人变热。来看欧洲的球迷比赛，咱再回。